哎，我是您的交付专家哦，海波，哎，这是我跟我闺女的那个证件。行，好嘞，好嘞。因为呢，我跟我闺女啊，就是我的指标挪到闺女身上了。北京要求一个人身上只能有一个指标，所以你得生好多孩子。因为我指标比较多，所以现在就等于是这个麦克上的闺女牌。对，对，我在这等一下是吧？行，然后您先稍坐一下。好好好，看看咱们的总结。哎，你们这公司还就只给白水哈？鸡俗味儿了，嗯，就是提车就给个小白水。咱们这边是有咖啡的，哎，一会儿可以给您沏杯咖啡。咖啡不行，喝了过敏。然后这个呢是您的这个车辆的发票啊、合证这些手续，您可以看一下。别的厂提车就是没有这么胡乱的一个信封，这个还不错。然后我先带您看一眼车，嗯，看一眼车完了之后，然后现场咱们签手续，然后给您办理临牌，激活车辆，讲解车辆功能使用。哦，就完事儿了是吧？对，就 OK 了。现在先验车。对，现在您验车。咱其实可以不验车，你们都查半天了，你就先签协议。行。那就打开您的理想汽车 APP 啊，所有的手续咱们都是线上签理。这个小朋友到多大岁数了就得变成是他签了？满18周岁之后。满18周岁。对，这个朋友们啊，我不是说咱这假提车，我连车都不看啊，不是，就是我充分相信他们做的这个 PDI 的检查，然后先把这个手续弄了，咱一会儿不是还得一块儿激活车机的时候，咱就一块儿看车了吗？就别弄两份事儿了，因为一会儿还得着急带家人、媳妇、孩子去阿那亚呢。要不然一会儿就该堵车了，太晚。哎，你们这车现在留多少电？给您充满了。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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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您也有这个需求。不是，我就忘了说句话，我这想路上拍个5C 超充去秦皇岛路上，您给我充满了，那对吧？我这。5C 超充肯定是有机会的嘛。嗯，签完了。OK。像小朋友的指标的，在北京是不是挺多的？嗯，不少的。哎，那比如说我留到老人。老人身上，老人百年了咋办？这个的话就属于继承，指标继承，对，可以继承给也是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但如果说孩子名下已经有这个指标了，那就没办法了。对，因为北京的一个政策只能一人名下只能有一个。哦，那也就是说，如果家里每个人都有指标了，老人百年了，老人身上指标就没了。那就 OK， 那我这边给您办理一下临牌。好嘞。他们这个比较好，这个临牌就直接在这个地儿有车管所的办事处，在这儿直接就办了。你们每天提车都这么多人吗？对，今天其实算少的了。今天算人少哈，你看这里面直接就是，就直接就能做手续。然后这个是未成年的，然后身份证跟出生医学证明都在。好的。所以啊，这个孩子的出生证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孩子出生证经常找不着的话，你办各种手续都没法弄。18周岁之前是不是这出生证基本上都挺重要的？对，都挺重要的，是吧？您是孩子监护人，一些权益都得您来去报酬。咱们拿完临牌之后去看车去啊，走啊，看车去。这个每次提车就是现在这环节最高兴，这车买回家就没那么高兴了，就是现在这提车的环节特高兴。哪个？亮灯哦，那个呀，啊，人这车为啥有个大红骨朵，我这怎么没有啊？一会儿也会有的，咱们会最终会有一个交付仪式的啊，有个交付仪式。你知道他这为啥没法弄个大红骨朵吗？因为这大红骨朵没地儿放，那他有机器盖儿，那没机器盖儿，你这大红骨朵放哪儿啊？咱们有四种花给搭配的，啊、激活一下车机，打开您那个理想汽车 APP。好，来，令人兴奋的时刻啊，扫完二维码了，点击激活。欢迎来到理想空间。HUD 抬头显示驾驶员专属的信息面板。好。然后钥匙你收好。嗯，一把钥匙，一把机械钥匙。理想的这个跟手机捆绑的这个钥匙啊 ，OPPO 捆绑的还行，苹果捆绑的还行，跟其他的品牌，华为、小米什么的，跟他做这个手机车钥匙没那么好使，经常走近了也不解锁，所以说我就出门现在还是习惯兜里揣个。机械钥匙 ，OK， 整个车机的话现在就都已经激活了。嗯、好，没问题，那完事儿了是吧？就 OK 了。你们没有那个站一排人，这个给个花那种呢？放心，这个环节我去拿临牌就会给您拿花过来啊。就你一人啊？对。我看人家那不是，人家都不是一排那个好几个站着那个一起呱鼓掌那种的。是咱们当天首次这个开启交付仪式的一个开，就是一个开幕的那个环节啊。对啊，是这样的。我不配。这个我觉得区别对待啊，这个企业。不会的。这个
没有那个嘎嘎两排嘎嘎鼓掌那个大姑娘大小伙那种的，那个行，你给我拿临牌，这高低咱得顺他点什么，对吧？一会儿这个你看，哎，你看这抠场，这还是假花，这花还是假的，一会儿这直接就暴走。第一次买车连个花都没有啊，朋友们，哎呀，真是的。Mega 呀，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它的座椅的升级，前后的座椅升级，就这个软硬的感觉，就是我最近坐过的车里面确实非常软的，而且挺不错。哟，尤其这个第二排这个座椅软硬，并且我准备把家里那个儿童椅搁在第三排了，因为我在之前试车的时候，就是第二排距离第一排前面是我调好的座椅的情况下留两拳半，然后第三排还是有两拳半，这个就特别的方便，所以第三排是可以搁儿童椅的。然后大家现在看这个状态，你看我现在没动啊，这是原始默认的状态，这就是基本两拳半。然后大家现在看看这个第三排的空间，让摄像老师给一下，这空间就贼大，你说搁个儿童椅其实还是挺爽的。我就有两个地方，其实左边应该也给个小桌板，它现在这是右边给个小桌板，这小桌板确实是贼结实，就这个确实好用。我这个疫情期间在我那 L9 里面就吃了好多顿饭，我就怕进饭馆吃饭就那什么了吧。哎呦我去啊，你这还有花啊。哎，过几年好嘞好嘞，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完事了哈。 OK 了，所有的手续就都给您完成了。那 我给你贴这个，然后粘这个呀也有讲究，你别都全接了，全接了到时候就贼不好撕。哎，你这撕一个边儿，然后这不是有点胶条吗，这两边，然后你就把这下边啊卡这风挡里头。哎，然后你这个上边轻轻的拿手一扶，千万别使劲啊，你使劲就不好接了。哎，这样的话就掉不下来了。整个的咱们交付流程，嗯，就都已经为您完成了，好，所有手续都给您办理完了。好，那我可以走了是吧？可以了。OK 啊，那行，辛苦啊。行，好好，那我就走了啊。现在带着媳妇孩子，直接我们去阿那亚路上给大家去展示这个超充到底能不能跑到这个四五百千瓦。但是我前提得把这个电芯得耗点，要不然基本上跑到50%的话，也没法充那么高功率。